家好，我是 Anson， 欢迎来到陌生夫妻的频道。今天是6月21号，是默默的生日。从昨天晚上呢到现在，我都还没有跟他说过一声生日快乐，因为我想要让他以为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。去年的时候呢， Anson 送他了一台 iPhone 8，因为他的 iPhone 6用太久了，所以我设立一大堆的关卡让他拿到 iPhone 8，大家可以去看那支影片。今年呢，因为我们的角色跟时间都有一些变化，这几天真的太忙了，布布的诞生，他的角色也变成了妈咪，所以呢，今年的生日我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。但是我今年的路线呢，是想要走贴心的路线，身为贴心的老公，礼物要送到位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。那现在默默正在里面睡觉，我准备 setting 一些东西以后进去唱生日快乐歌给他听。今天的影片就开始喽。这个就是他今年的礼物啦，锵锵 ，Kiko 的洗澡尿布台。因为妈咪很多时候啊，要抱上抱下抱宝宝，那这几天起来，我们的腰都非常非常酸，洗澡的时候也都是坐在小板凳上洗，就很累。今年呢，贴心的老公决定要让他腰能够舒缓，不要这么劳累。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礼物，早就已经放在房间，我最后才会给他。那个礼物真的超级屌，我们就去准备蛋糕去帮他庆生。佳佳，这个就是他的蛋糕。因为我们人没有那么多，所以就买了一个这样小小的蛋糕。感谢昨天默默他妹帮我们买的蛋糕，不然我还真不知道我要怎么出去买。完蛋，没有赖打，我快去找。祝你生日快乐！操你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生日哎，你生日哎，然后嘞？祝你生日你就不怕快乐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许愿，为什么在那边？许个屁愿，没有愿望。有愿望，你有三个愿望。叫你儿子乖一点。第二个。叫你儿子不要这么爱拉屎。第三个，放心。哦耶！这是什么？水蜜桃？那什么？讨厌芒果。你妹买的，不是我买的。这个蛋糕等一下再吃。那你准备好要出来领你的礼物了吗？妈妈，现在几点？什么？现在是几点？现在11:18。为什么不是48再来？哪有人帮你庆生，然后你还继续睡的？我选你儿子哦。我儿子会怎样？你儿子这样。你已经在学了吗？感觉不出来你在演什么。白痴哦。耶，起床喽！来来来，你看那么大一个，佳佳。洗澡尿布台，这几天下来我们真的一直这样上上下下抱上抱下，然后洗澡啊干嘛，所以我们腰还有你的腰都很不舒服，还有外婆的腰，还有外婆还可以对折，对我们还厉害，对外婆的腰也很酸，所以呢我就买了这台 Kiko 的洗澡尿布台。来拆封吧，来拆封吧，快点开箱吧。你的礼物可以推来推去，它有轮胎，换完尿布，然后要把它推进那个厕所也都可以。像推烧麦一样。首先第一个就是映入眼帘的，就是它的浴缸。哇，超大一组。再过来就是本体。你自己的礼物。你自己装，所有的东西都在这边。但是我想应该它不会有太难的东西啦，因为我看它零件也没几个，连个螺丝都没有。
耶、yeah, ！你要是换尿布，你就不用弯腰了，多棒啊！它整体的构造就长这样，然后它翻过来了以后呢，这里就是可以扣上，它就不会移动。然后这里呢，就可以放一些尿布啊，宝宝要用的东西。再过来就是这个了，就这样子卡住。好，完成体。在布布的哭声当中 ，Hanson 已经把它给完整的拼接好了。然后这一台呢，它是意大利进口的 ，Kiko 的。然后，意大利名字 ，Kiko 设计的。那个是龙虾装的不一样。刚刚我在装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几个很有趣的地方。第一个就是这个，我们原本以为它只是放东西的，对不对？错。拆起来以后，洗澡之后就可以冲水，所以舀水用。只要一看。就扣上去，这里呢，你就可以选择是要拿来放一些洗澡的用品啊，这个澡盆啊，空出来的这两块，让你洗澡的时候可以放一些沐浴露什么，刚好在它头旁边，就这样子放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很顺手就可以洗。然后这里呢，还有那个排水孔，这个凹槽很酷，这个凹槽它是拿来插你的那个莲蓬头的。其实基本上呢，这样子完成了以后，除非你是要收纳，不然又哭了。好的，大家听到了吗？布布又哭了，怎么啦，小朋友？没事。现在刚好布布的布布已经湿掉了，所以我们刚好可以直接来踹看，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哎呀，尿布台，好，放好了，轻松的推进去吧 ，Go Go Go！ 你要去哪？驾校是鸡腿换的腻，想要移去哪里用就去哪里用。布布已经躺上去了，他这里有围起来，所以他也不会轻易的就掉下去。轻松，腰爽多了，真的，因为平常我们都要这样，然后他一直动，然后你要一直压着，然后固定这个姿势很久。今年的这个礼物虽然没有去年 iPhone 8贵，对不对？但是是买给你儿子，不是，是买给你的，心疼你腰酸，你自己也腰酸吧，在那边是心疼你腰酸，你顺便可以使用。布布换完尿布喽，哎呦呦呦，感觉初步啦，觉得还是蛮轻松就可以完成布布的，而且布布呢躺起来还是蛮习惯的。那剩下的就是这里啦，他的小澡盆。那我们晚上再来试试看喽 ，Let's go。好 ，OK， 这个就是他的浴缸模式。我必须说他的浴缸真的很大，不过呢，我发现有一个部分哦，就是他比较占空间一点，对，会比较占空间一点。可是重点是不用弯腰，这一点就很佛心了。对，因为腰真的会酸死。我们要先从洗脸开始，擦脸脸。你到底会不会擦脸脸？我来抱。那你抱着，你就在那个位置抱着就好。好，我们洗脸脸。好啦，布布，我们洗脸脸哦。好啦，洗脸脸。布布，洗脸脸。好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洗耳朵。哎呦呦。哎呦，没事。洗头，洗头，洗头。哇，是吧？哇。啊，没事。洗棒棒啊。不错，它有一个卡的点，是给你卡的。对，在它还不够大之前，还是给我卡的。洗蹦蹦啊，不怕哦。很幸福啊，不怕。好，你先抱起来，等我一下啊，马上尿布台上来。我个人觉得呢，如果它在这个单纯尿布台的话会很好用，或单纯洗澡台的时候会很好用。但是如果要在浴室里面完成所有的，除非你浴室够大、够通风、有那个空间，不然会有点局限啦。我觉得，不过总体来讲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尿布台或洗澡台。
好了，那我们出去处理。默默的生日礼物第一个已经给他了，再过来我一开始我就说我准备第二个礼物，这个第二个礼物超级屌，等一下我要让默默自己找，我相信应该不难找，等默默洗完澡进来的时候再开始找。今天的礼物觉得还可以齁，如果单以尿布台来看的话是蛮好用的，就是单一使用没有复合式的话都可以。这个主题是贴心嘛，有你觉得有达到吗？是有贴心，但后来有点困扰。就是有第二个礼物，非常非常的特别，早就已经暗藏在这个房间里面，只是你一直都没有发现。会不会是你自己吧？心想恶心，我会做这种事情吗？剩下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你儿子哦，好肥哦。家家世上最独一无二的礼物，今年你的生日的独一无二礼物就在这里。没有，今年我生日我被他忙死，被他抽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已经跟他串通好了、所以今天你超忙，就是因为他是你独一无二的生日礼物。好的，那我们就祝我亲爱的老婆生日快乐。什么走开？你。人家祝你生日快乐，你可不可以态度好一点？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，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点个赞，并且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给需要尿布台或需要洗澡盆的朋友。 Kiko 的官网我会放在下方，如果你们要找产品资讯你们可以自己去找，然后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还有 Facebook， 想要看更多布布的照片影片记得一定要去追踪，当然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还有哔哩哔哩。最后祝默默生日快乐！下面留言，拜拜。看一下，阿妞啊，阿妞是想要洗是不是？阿妞，你在吵，等下我们丢到水里面泡澡。他就原形毕露了。好，他的脖子。脖子有很多缝缝。